事情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的观众。我去，你哪人？我是山东菏泽单县郭村镇朱楼村的。杨老师跟我说，这个声音要打到头顶，都不休。我就记住了，杨老师，你给我点评的，还可以再往外推，还可以再往外推一点啊，就是都不休。你是秀，这有一个，一下就推出去。刚才杨老师，我是斗胆给他许了一个诺，他从来没跟您跟本尊一块合作唱，您能答应他这条件吗？我非常愿意跟他一块唱一唱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